宣布短暂停播，刚入坑的网友天塌了，谁懂这几个字的含金量啊。据齐鲁晚报的消息，10月9号听泉健保在直播间宣布将短暂停播休息几天，停播时间预计1周，消息迅速冲上热搜榜首，引发了网友连连感叹，电子榨菜休息了，我的快乐也没有了，感受到了断崖式的分手。原来啊，听泉健保是近期爆火的直播健保达人，30天涨粉近1000万，当前粉丝数已经超过了2400万，近1周内每场直播都有超过1000万人围观，每晚9点半开播连麦健保。与以往正经严肃的健保节目不同，听泉的直播间有梗有料，3分悬疑7分搞笑，冲突感和喜剧感拉满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误入了脱口秀。听泉与网友之间还形成了默契的行话，计量单位用馒头，判断价值用开门，连直播间的 BGM 都对应着不同的估价。 DJ 版的春庭雪一响，那就意味着狠货登场，他本人的形象也是极具辨识度，一秒钟能够变出800个表情管理，什么挠头啊、闭眼的、推眼镜、捏鼻子，再加上扎实的专业能力以及玩抽象的语言风格，输出了许多被网友津津乐道的名场面。比如啊，有藏宝人在古董摊上连线，直接跟摊主贴脸开大，有网友连线展示了一把8件，还自称是从博物馆中拿的，引发了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等多方的关注，以至于有人总结直播间10万人，3万盗墓的3万便衣警察，3万同行，剩下1万是观众。每次围观鉴宝都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紧张、兴奋、失落、激动，情绪转换之快，就像坐上了过山车，看的人跌宕起伏，百转千回，观众的小心脏都被狠狠的拿捏了，因此成为听泉的拥趸。评论区也变成了大型整活现场，泉哥这个能不能开门，哎，帮忙鉴定一下我这个10个馒头淘的，哎，值得春庭雪为我播放吗？听泉一开口就知有没有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正当所有人把听泉鉴宝当乐子的时候，他又开始输出价值了，连麦遇到曾经获魏国戍边3级纪念章的保友，听泉立马举手致敬，并且直言这才是真正应该追的心。跟着在国外的网友云游大英博物馆，看着本属于中国的文物被摆放在拥挤的展柜里，甚至还能够让人随意触摸的时候，听泉既心痛又气愤，最后来了一波正能量，大家一定要提升文物保护意识，争取让他们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。无人扶我青云志，我自踏雪至山巅，是听泉主页上的座右铭，自带一股仗剑走天涯的侠气。粉丝涨至2000万粉丝以后，他将这句话改成了粉丝扶我凌云志，我带粉丝踏山巅，感谢粉丝的陪伴和支持。如今形势一片大好之时，又做出了短暂停播的决定，可谓是急流勇退。我们希望休整沉淀之后的听泉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回归，继续带来精彩的健报。咱们就说，有没有看过的人都来聊一聊，到底有多好看呢？